富里乡有十个阿美族部落，今年是由达兰布、路普、黑暗部落丰年祭分别的接续举办，凝聚了新一代族人认同部落，也传承阿美族岁时记忆文化。富里乡达兰布、路普、黑暗部落丰年祭分别接续举办。富里乡总共有十个阿美族的部落，部落丰年祭在收割后庆丰收而举行，具有凝聚新一代族人认同部落文化的重大功能。整个夏季对于阿美族人而言是最具深意义的季节，也为这热情宴下带来浓厚的原乡文化气息。当天丰年祭除了有感谢祖灵庇佑五谷丰收以及消灾解厄的意涵之外，也深具教育男子成年的仪式以及部落各阶层的分工责任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乡长江东城也致赠给予各部落补助金。看到各位非常的高兴，看到从外地回来的我们的孩子们啊，回到我们的家乡，回到我们的部落啊，看到各位把我们优良的传统、优良的那个祭典啊，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哦，很具我们阿美族的文化的一个文化的特色跟祭典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忘根啊，不要忘源啊，一定要想啊，随时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根源。各部落一年一度的丰年祭是富里乡原住民族人最重要的记忆活动，不仅向各地的游客昭示了原住民族最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同时更呼唤着外出的族人游子们回到部落的土地。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